辯方嗰邊咧，亦都係有一個上訴嘅，咁令到咧嗰個動作必須要完結，律政司先至可以進行佢嗰個刑期嘅覆核嘅。咁所以令到即係呢個時間咧就佢哋又需要履行嗰個社會服務令，其實好均真嘅，喺一切嘅刑事嘅量刑都係咁噶啦。等上訴嘅期間係服咗刑，咁去到即係卒之最終嘅判刑咧，咁就會減翻嗰啲嘢嘅嚇。今次亦都睇到上訴庭亦都係做咗一個折扣咁嘅形咁嘅形式嘅嚇。咁所以其實就唔係話嗰個程序嗰方面咧，律政司係顯示佢有啲乜嘢不好嘅企圖嘅。